好，玩具 TV 第二十季第四集，咁我哋头先玩咗好多玩具啦，终于翻嚟 SHF， 亦都系即系 Kamen Rider 呢一个 Saber 入边，我一个自己都几中意嘅角色。哇！呢个配色简直就系正到无敌啊！冇错，咁啊，蒙面超人聚光，咁啊呢一个 X Swordman Colorful 形态，咁啊真系非常之 Colorful 嘅。咁啊，見到本身其實就住個顏色同埋造型咧，今次呢一個聚光佢可以完全將本身呢一個 X 劍俠嘅特別係佢嗰種超級強勁嘅撞色方法表達翻曬出嚟。哇！真係好攞命啊！呢款色勁。冇錯，咁啊拎翻開先，咁啊係咁以都或者拉翻後少少個全身俾大家睇一睇先。其實呢一度因為本身打咗光咧，你會見未必可以見到嗰種咁誇張嘅顏色嘅衝撞啊。咁其實而家即係見到紅、黃、白、綠，基本上我簡單啲講啊，五顏六色，完全喺曬度最鮮色嘅配搭。哇！嗰本書嗰個青色係啊，你會見翻本身啲紫色啊，即係少少粉，即係全部都有少少粉嘅紅色啊。face 哇幾快手今次，face 係非常之鮮嘅黃色啊，同埋你睇翻嗰本奇幻書嘅熒光綠啊、熒光橙啊，哇真係誇張到一個點。咁啊，見到其實你話配件咧唔多嘅，或者麻煩 Walker 可能影翻低少少，見曬㗎啦。我玩緊就金雲咧，奇幻書造型手夾埋都只不過係六隻。咁啊，當然最重要梗係呢一個金之劍、銀之劍。咁啊，見到本身嘅手持兵器啦。請問佢係金之劍定銀之劍定係金之劍、銀之劍？呢一個就係銀之劍嚟嘅。咁啊，最主要係鮮豔嘅顏色啊，令到成件事就唔同曬。咁同埋本身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變身。不過我相信就未必會出呢一個 SHF 噶啦。咁啊，什麼Powerful form 啊 ，Shadow form 啊 ，Wonderful form 啊，咁本身會即係有唔同嘅戰技去配合翻最光嘅呢一個唔同嘅戰鬥形態。我覺得佢之前嗰啲形態比較吸引嘅，全黑跟住喺唔同嘅部位有一啲唔同嘅裝甲。係啊，就係頭先講嘅 Powerful 啊 ，Shadow 啊等等咯。咁啊，另外就住嗰個角色咧，我自己都覺得係非常之吸引嘅。咁啊。由你啊，咁啊，其實喺套Saber 入邊都好搶戲嘅，咁啊，佢即係一個咁古代嘅人，突然之間去到現代，有好多古靈精怪嘅嘢，搞到啲主角癲曬啊，咁即係做到嗰個好得意嘅喜劇效果嘅，咁啊，當然即係嚟緊，其實而家 so far Will TV 都有做嘅，咁啊，可以睇翻由你同呢個飛與真佢哋嘅互動啦。有冇粵語配音啊 ？Will TV 梗有啦，有冇係啊？所以呢個真係要睇啊！冇錯，好咁啊，真係講翻只嘢啦。咁啊，見到佢本身把劍亦都係用咗透明件嘅，我用打側去睇咧，會清楚啲。因為我呢度夠光啊，夠光嘅意思係導演咧，佢整咗一支好強勁嘅射燈，咁見到本身個成個刀鋒咧都好靚嘅。奇幻書係刀鋒，咁啊，奇幻書亦都係用透明件去做。咁同附帶嘅奇幻書雖然都係 focus 唔到，係啦，嘅塗裝亦都係非常之仔細㗎，好靚喎，好靚喎，黐線，冇錯，咁啊真係喐下隻最光啦。我覺得呢隻嘢咧，即係我唔識佢啦，但係個 concept 肯定係嚟自 pop art 嘅，我覺得根本就係咁，同埋本身亦都講多少少，其實由你點解會選擇呢個咁精彩嘅變身，都係因為佢睇開一本漫畫，咁啊將佢嗰個造型就最正係將漫畫嗰啲網點印埋，係咯，原來咁解嘅，同埋嗰啲粗線咧，其實似係漫畫框嘅，係啊，一格格，冇錯，或者啊。Walker都 close up 翻佢個正面先啦。個頭。係頭慢慢掃翻落去，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成件呢一個最光咧都好精彩嘅。咁頭嗰個造型係非常之 sharp 嘅。哇！好型喎，呢個大十字咁。係啦，咁啊，跟住其實下邊又有個十字啦，同埋本身佢一啲一點點嘅造型，同埋頭先阿的分析得好正嘅一啲漫畫框嘅黑邊啦。仲有粗布線。係啦，最重要就係個奇幻書。
好靚嘅。另外佢主體可以叫做係銀色做主體啦。我想問之前嗰啲 SHF 嗰啲書係咪部分有啲係無上色嘅？係啊，冇錯，所以其實呢一本算係非常之有誠意㗎。哦，嗰啲好似搞到要貼紙保件㗎嘛。係，好啊，咁啊製作下佢啦。好。咁啊，既然都已經揸咗喺手啦，咁啊頭唔係好多嘅啫，向上鵝。向下鵝就可以掂到個心口嘅，咁本身因為佢條頸都分咗兩截，頭同頸、頸同身，咁都係最黃道嘅關節分割方式，咁左右一定冇問題啦。唯一係向上係差咗少少啫，其他完全冇問題嘅。手有少少可以拉出嚟，咁啊變咗你喐嗰陣時咧。上下一隻定第三針啦，咁如果左右嘅話，佢呢個肩胛同呢一個上半身，其實你喐嗰陣時托翻高少少，先至去打橫前臂嘅話咧，咁佢就可以拉到接近呢一個九十度嘅，所以都係 OK 嘅。咁記住小心用翻呢一個肩膊頭嘅虛位吸翻個。心口位你先好喐，咁就可以做到呢個動作啦。咁啊，好正路嘅轉軸啦，前臂大致上你係會見到九十度多少少嘅，唔可以對接，亦都係冇大家耳熟能詳嘅球形關節去喐呢一個拳頭位。咁少少遺憾就係本身呢個手瓜位最多都係九十度嘅啫，就唔同其他 SHF 就有少少分別嘅。好啦，上半身同呢一個腰同埋呢一個 hip 位，亦都係大家好常見嘅 SHF 嘅構造。腰膊胸同埋腰膊 hip 去做翻前後，前就咁多啦。後就好強嘅，因為始終佢喺個設計上亦都唔會有啲乜嘢關節去阻住佢嘅活動，咁所以左右亦都唔使擔心。幾過癮嘅地方咧，就係你會見到本身條腰咧，佢銀色之餘係有做翻嗰啲三紋嘅。哦，我以前嗰啲冇㗎。好少，但係呢一個係近排嘅 SHF 都已經全部同你做翻曬一啲接紋喺度，所以係好靚。翻皮套嘅感覺。冇錯。咁因為你見皮套佢連個攞油嗰個 hip 位咧，都係有一啲接紋嘅，呢一個係值得一讚嘅。同埋今次呢一隻嘅銀色嘅處理咧，啊冇乜失手，咁所以變咗呢一隻我自己嚟講係幾中意。其實呢只上色嚟講都幾高班嘅。過得去啊，不過都符合唔到我要求。居然係，即要買嗰只。係，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前腰架。全部用咗軟膠，軟膠，軟膠，所以根本就唔需要話咩、哦、要揭起啊呢啲老老嘅。咁基於呢一個軟膠嘅關係咧，同樣地踢腳係可以做到九十度。其實最多亦都只係九十度嘅啫，因為我可以拉翻高少少，你睇翻個裙甲咧，佢呢一個位其實已經頂住㗎啦。哦再睇多次，好啦，咁啊，膝頭哥，嗯，膝頭哥就好 fit 啦，佢完全有一個膝頭哥嘅形狀之餘，咁啊，見到可以將個小腿同埋大腿接近地接埋，呢一個係屈得好靚嘅，腳踭。佢呢個關節比較厚實，同其他呢一個 SHF 比咧，我就覺得喐得好舒服嘅。雖然可動性唔可以講好高，但係夠用。但係基於佢鞋頭亦都係可以有少少向上喐咧，咁如果做一啲奔走行啊，唔係奔走嘅姿勢咧，其實已經綽綽有餘啦。反而
佢作為一個老江湖，活咗咁多年，佢基本上係已經可以笑傲江湖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話單腳踢又得唔得咧？我又即刻試下先。我哋啲唔怕死嘅，即刻示范俾咁多位观众睇啦。好，差少少，算啦，唔好坚持啦。得 ，sorry， 我个人系好执着噶。你个人系好有坚持嘅，仲要转添。梗系。好型喎 ，pose。哇！呢排我個 Facebook 都俾拉打轟炸，咁好啊！都係前倉位，上緊同埋前倉位。好，我想睇。咁啊，多一句啦，如果話中意睇，其實啲朋友就覺得Sabra 麻麻地，我又唔敢講佢話好好睇，咁但係都係嗰句啦，即係如果純粹講呢一個一貫嘅蒙面超人嘅水準嚟講咧，其實呢套嘢都算唔錯嘅，特別。是這個最光，即是由你這個角色，所以大家喜歡蒙面超人 Sabra 的，我覺得你不可能不入這個最光的。好，那麼今集玩住這麼多先了，轉頭見。好，11:10了。